武术太极拳是由创拳者吴宇湘及两位兄长共同原创，三人都在朝为官。后来吴宇湘辞官，和两个外甥李义奋、李启轩三人继续研究，终于自成一个流派，写出许多太极拳拳论留给后人。到了郝维珍的下一代郝月如、郝绍如等人才开始将武士太极拳对外传播和发扬。武士太极拳和其他流派的太极拳要领是一样的，虚领顶项、盘胸拔背、沉肩坠肘、耸腰耸胯，虚实分明，上下左右相随，气沉丹田，尾栏正中等。从风格上说，武士太极拳有以下的特点：武士太极拳属中架，动作精炼，朴实无华。创拳时，吴宇湘每一招式都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才定下来，所以又称干支老眉。武士太极拳每个招式都按起承转合正移的节训运作，这是为了让求学者能正确掌握每个招式。到了维密代，为了突出拳势中的虚实开合、续发变化，又将起承转合改成为起承开合，所以又有武士太极拳之称。武士太极拳强调两腿如一腿，两膝有内里之意，中心无五分，大部分动作都是十腿转身，步法灵活，逢进必跟，退步必撤，手法则以束掌为主，出手不过足底，做左右手各管半边身体，